梅山红景村的德斌老师傅刘明智，在两个月前成立个人的德斌工作室。你伫工作室的边仔园区，原本是刘明智栽种铁骨寿星兰花的园区，但是因为这种兰花市面的介绍一直落，刘明智转型来栽种100多种的山地花，和游客来到这，会当一边赏花一边体验传统德斌 DIY， 非常的有特色。梅山乡安井村德斌老师傅刘明智在两个月前成立着个人的工作室，并开放游客来到这观光，是现场指导游客来 DIY 体验。无几下功夫，一只小狗遐就完成啊！你现场也展出传统的灯篮、花卡顶的德斌文物，是感受到满满老农村的气氛。你在工作室的另一边，是栽种着100多丛的山地花，后来自外地的游客看到花蕊的绽放，心情是放假真轻松。台中来，特别来，特别来，嘿，那这刘明智老师家看，看也得花啦，啊，都看也出边啦，真水啊，嘿，心情足好诶。一丛一丛的品种拢无共款，吼，啊，我对伊的品种，伊开的花，哦，水足水诶，所以讲我即卖目前，我园内只吼，大约啦有百外的品种啦，吼，啊，非常欢迎吼。那有来这爬山了后，来会当来阮安静村之后，啊个人看地位、欣赏地位，啊嘛会当看周边安尼。会将德斌工作室来结合着山地花，是因为刘明智原本是栽种着铁骨寿星兰花20多年，4年前看到这种的兰花的市场是愈来愈小，决定来转型。现在是将兰花担在一边，无就是摕来铺裤卡。兰花是变甲无价值。较早吼，伫20多当种的时阵就开始种。啊，迄阵啊，量少，价格真好，一支甚至起到50-60块。像即几冬来，哦，量过了侪，即摆经济嘛有关系啦，啊，即个哦，阮拢不负成本啦。安井村真早以前就栽种山地花，一直到最近，喜爱欣赏山地花的人是愈来愈多。刘明智是决定开辟着园区，来让游客欣赏各美，并借由这个园区宣传着传统的德斌技艺。阮有一天，阮这个兰花呐没落的时阵，阮要安怎来转型？哦，迄阵我就曾经有安尼这种想法啦。啊嘛，真正有咧实验，才开始栽培，啊，到今日才有这个面积啦，吼。啊，我今日重点就是讲。阮安井村遮变啊来，有一种的特色啊，予游客来会当去行到健康步道，啊落来才会当欣赏一个地花。要另外两位德斌老师傅来遮斗三工指导游客，这个工作室是成为着安井村文化古迹的新点。李老明弟的工作室个位在安井村甲115线6.5公里的所在，老明弟是非常欢迎大家来找伊开讲，做德斌 DIY 体验，并一边来欣赏山地花。最新新闻，陈凯发梅山乡蔡勇报道。